刚出锅的大五花肉。几天不吃肉就馋。可惜接下来挑战吃肉不反弹，宝贝们，你们不要急，认为节食饿了才能细啊，一定是三餐好好吃，荤素搭配。可惜天天这么吃，依然是往下细，变美的状态。我小妹儿三天细了5.3，就是吃以前她不敢吃，现在吃的可好了。刚出锅的五花肉。